个忙呗。都在那门上坐着，我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大恩，不言谢。叶小姐，你在逃婚还是去结婚啊？咱俩最好不要见面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来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自己走路不看路，怪我喽。在我们那里哦，开心要吃辣，不开心也要吃辣。最受不了辛辣味。李泽南就是虚，我虚，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男人。李泽南，你差不多行了。都过一盘了，你不是要打击报复吗？我肯定要让你满意的呀。你跟那个叶璇是什么情况啊？除了交房租之外，永远不要相见。求之不得，我们就是甲乙方的关系。他是甲方，我是乙方呢，我就听他的话。那不就是我和老辈儿这种关系吗？这人还真是傲娇。现在的小姑娘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？小心！这个人好像也没有差。这么快就忘了被恶魔甲方虐待的日子。姐姐，我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甲方。